Zombie Outbreak， 欢迎收看僵尸岛频道，我是酱酱。根据上一集的回顾啊，不小心解散了我所有的队员，然后又遇到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黑人跟一个阿嬷。那阿嬷跟我上直升机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哭喊说他的黑人没有上车，后来去找他呢，那黑人已经变丧尸了。所以呢，这次呢，我希望阿嬷守在家里，他不要再出门了，不然他会引起他伤心的往事，所以我看可以把他留在家里面。阿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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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不能跟他对话？阿嬷，为什么你在后退啊？阿嬷，啊，不管你，我自己出门了，不要跟着我，我上直升机。这次阿嬷真的不理我了，那你就把守吧，把守在家里。我去最近的这个补给箱的地方，我看看有没有收到什么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快没，然后我需要补给喝水。那我昨天终于知道怎么样那个制作水跟那个食物了，所以这次应该可以生存很久。OK， 终于有补给了。好了，大家我们先去收刮这个补给箱。这次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。没了啊！真是的，就这样没了。好吧，最近的地方没有那个生存者可以救的，所以我们就先就近吧，就近搜刮东西。差点撞到啊！真的太可怕了。前面那个什么，我以为是加油站，晃来晃去我也头晕了。哦，这个也太远了吧！这个降落，别上了，上了！别告诉我，我以为直升机要坏了。所以我刚才没有错嘛，不是的。OK， 我们先再继续的往前挪一点点，至少压到跑的时候是很快就可以起飞了。OK， 已经到这个地方了。搜刮一点物品。好家在它是可以重生的，我可以随时都可以回来拿。有补给箱可是我时间应该不够，应该可以吧？试试看。OK， 我们现在先出发。时间限制在这里。准备起飞。僵尸靠近我了。别，差一点，离远一点，不然等一下就坏掉了，坏掉就囧了。奇怪，人在哪边啊？那么远哦，用紧急枪打一下好了。全部对着我哎，他有那个十字弓。是队友的吗？下次遇到队友再拿给他好了。我先打死他。等下我先拿直升机，直升机比那个还重要。
应该还有个敌人在那边，我至少我可以先撑一下。哦，两个敌人呢！不要射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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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确定要射我吗？耶！来啊！你怕谁？来啊！来啊 ！OK。太好了，这是什么？获得 item 九个 item 呢、欸？看一下我们拿到枪。哎、欸，这在哪里啊？有吗？不是这把。哎、欸，到底有没有一把枪啊？没看到，还是另外一个人的、啊？哎、欸。这个吗？欸，所以他拿的不是十字弓吗？看错了，真是。OK， 我们先飞离这边。可以起飞喽！又有那个补给箱的地方，再过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突然咳嗽一下？哦，准备降落，准备降落，准备降落哦！佣兵在下面。全部被我干掉了。获得四把武器，太好了！到底拿了什么枪啊？奇怪。修车哎，坏掉可以修吗？看一下这可以修车吗？哦不，出现错误了，糟糕。OK， 我们先坐直升机回去。所以，哦，我以为有直升机不见了。先回去基地咯。快到家了，加油，再往前一点。直升机好像快坏掉了，准备降落。OK， 我的阿嬷，这次我没有带新的男人给你，不过就这样吧。OK， 我们来建造基地。那因为我已经盖了大门了，所以我在这旁边呢加了木板。
这样僵尸就不会进来。旁边加一个，那这个我再侧一点好了，这样有点斜斜的。这样如果大门没有打开的话，还是可以爬进去。接着我门口放一个火把，我到时候可以盖一些，做一些肉啊、食物，这还蛮方便的。然后这个是哦，等一下我看看，现在可以装什么？这个墙壁应该是可以放在一起吧？应该会更耐久。我放哪里好呢？放门口，这样子会挡住哎。啊，不小心按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就重新把它装回去。不然我这边放个门好了，放个那个墙，也是用斜斜的方式。像僵尸来袭的时候，他也过不来。OK， 啊，这样子门大门好像装反哎，这样进不去啊。哦，真麻烦哎。那这样子我要爬进去把它收起来。哎，怎么拆掉？哦，我拿起来了。所以它有角度问题哦。好吧，那我再装一次这个门，它算是大门。我先调整一下角度，这样子应该比较对吧？不过这应该是给车库的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其实还蛮方便的啦，因为这超大片的。哎，我又按错了啦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再用一次。这个大门放在这边非常的 OK， 然后我再把它锁起来，耶、yeah, ，锁起来了。我觉得进去很方便，就直接跳进去就好了。OK， 我们先跑进去。那我觉得这个门会有僵尸跑进来，我也封住它好了。那我如果我之后要出去的话，我再把它打开就好了。那我先盖这个帐篷我盖这个角角，僵尸过来的话，至少要绕一圈，还蛮安全的。然后这个是工作台，它可以做武器，然后灭音器，要先配件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先把它装起来，装在角落。它下面还有一个那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它好像是放武器的箱子哎。那我放在这边好了，这样我比较拿，这样拿取比较方便。OK， 这是什么啊？哦 ，package food。哦，是小刀哎，小刀一个。Sand block 是那个沙堆。OK， 我几乎都弄满了。我先看一下这个可以放什么东西。Storage 是那个物品栏，我可以把我的枪放进去，全部都放进去，然后打开，再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里面有刚才我放的枪。那我看一下这个工作台有什么功能，它可以做好多东西哦。SMG 突击枪 ，MG， 它应该是做子弹的吧。不确定他是做什么，但我有一些子弹进来了。OK， 先休息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